是有啊，自心本净，本净是大有。那么这个无，就是心经当中，心经所说的无眼耳乃至无知有的一连串之无字也。有要放下，无也要放下。有无两边都放下，有即大涅槃经啊，涅槃经中的话，如是逆顺，逆是无，顺是有。如超禅矣，佛告大众：这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以佛言，遍观三界一切诸法，无明本寂，性本现土，于十方求了不可得，根本无故所因之业，皆悉解脱。无明解脱故，乃至老死，皆得解脱。一世年远，我今安住常寂灭光，常寂灭光，通常我们舍难灭死叫常寂光。明大涅槃，无明解脱故，啊，入大涅槃。此乃世尊最后慈悲威切之垂示。一切永明大师，愿于无量劫，剥皮为纸，细骨为鼻。用血为墨，以书写此文，用报此恩者也。无名本无啊，知业何有？大妄本空啊，真心自性，此界知无之要义啊。什么叫知无？知无的意思就说的是这个。至于知有，宗门常云，必须知有是德。又复大师兴王庙里头，水中言味，色离交亲，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。兴王一号身内俱停，面门处处应物随情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民众以比喻说明，当然个个自由性往，决定是有，应物随情，发挥妙用，但不见其形。这些话句句都非常重要啊，句句都是开悟的话。我们如果看不懂，不懂意思，我们在迷，没开悟。我们如果悟了，句句都清楚，句句都了然，很得受用。宗门是讲空，怕你执着空，堕到空里面去，所以跟你讲有，讲知有，教下都讲有，怕你执着有，所以讲空。
啊，这教学不一样啊，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执着不相同。佛法的没法，佛无有法可说，破你的执着而已。你执着有，佛讲无，讲空；你执着无，讲执着空，佛给你讲有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到最后呢，空有两边都放下，空有两边都现前。啊，现前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不生不灭。这个境界微妙啊，这就是诸佛大彻大悟的境界。